海东雨山下，飞行鸟吐绿芽，春风吹放自由花啊，蹦蹦蹦蹦，微凉微动。哦，它是我们管乐，我们学校管乐队吹奏时候的一个的一个音色的一个过门。我的声音都被形容是那个少男的声音，嗯，对，好像还没长大的感觉。就有时候，那你乐在少男吗？可是也还好，就我妈就把我生这个嗓子，我也，除非我可能要一直灌酒吧，才可以拉低那个声音。啊，真的吗？没有，你喝完酒之后声音会这样，隔天而已啊。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乐荣，今天访问是很有活力的又很帅的宇宙人。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主唱小玉，我是吉他手阿奎，我是贝手方 Q。 三位好，谢谢宇宙人。好，你好。今天妆有点浓吗？看得出来吗？方 Q 比较看得出了，真的哦，就感觉比较惨白一点，因为今天变天，我看有点脱皮了，比较白一点。没有那个粉，就会感觉比较有点，对，有点分离的，脱离。我以为是万圣节装扮啊，其实没有，还是很人模人样了，没有很像鬼。阿鬼眉毛怎么弄？我也不知道，那个化妆师今天可能下手太重了吧？你明明很高兴啊。我？嗯，我有吧。因为这个眉毛的关系，看起来特别高兴，很英挺的感觉。哦，好，如果有的话就好。好，嗯，小玉正常。小玉正常，因为小玉一直都，玉面书生嘛，对，还好。前一阵在家里有追剧，有吗？啊，对，有。那你 OK？ 那不是女性观众比较捧场，那是。但是他有讲到一些经商的部分，是对那个比较有兴趣。你对经商有兴趣？就是我儿女情长的时候，我会太拖，我就会跳过。嗯哼。然后有一些斗志啊，嗯，然后还有一些，还有讲到那个白日文星，是的。你看慈禧太后嘛，对不对？对。另外两位男生有追剧吗？有哎，我是追别人。我看 Netflix。哦，哪一个？Netflix 最近在看那个《都铎王朝》，了解哦，那个蛮有意思的。其实那个也多了啦，就是那个从以前就已经看了。对，还有《狙击生死线》哦。你看剧的选择是？就是第一集如果我可以顺利看完的话，我就会看下去。对，这边有分法律啊，然后还有凶杀啦。之前有一个很喜欢的叫做那个《无照律师》哦，那个好看，那个也好看。方 Q 好像有点。我上一次追的有点为难。你上次追是《甄嬛传》，已经很久以前了。应该是跟妈妈一起看吧。对啊，那时候因为不过也是很好看啊，好看啊，好看。就是，但是我是那种一看就是你今天一定会把全部我能看都看完那种。对对对，看不会眼睛会啊，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太追比较好。所以你是会就是没有办法按耐。对啊，因通常网络上很容易就取得那个，可以看到你想看，而且会连续的嘛。对啊，尤其如果你又不是一开始这样逐周看的话，而且那些就是他们也很贴心，就片头片尾都去掉。那个还有广告，对，重点还有广告也去掉，对啊，所以你就一直连着看啊，停不下来的感觉。小玉，你这样讲透露一个很大的秘密，嗯，因为他们这样截掉之后，片头片尾取付钱的单位怎么办呢？哎，没有，可是那个是付钱的平台。他也是切掉，是是是。我是说，有一些如果是满歌去搭配的，就会觉得很痛苦啊，觉得我的主打歌就没有机会曝光。嗯，哎，你们的歌有没有搭配过戏剧？之前一起去跑步搭三立的，有，一万小时好像也有搭冬天的吧？这我又不是忘，好像也有，好像也有。那你那也有搭？对，这张完全没有，这张就镜后有缘人。对啊，因为才刚出嘛，然后第一前两支目前没有搭，但之后也许会有搭。OK， 嗯，这一张怎么做出来的？三个人一起做出来。那当然了，要讲些有水准的答案。但就是更像三个人一起做出来的，因为这次他们两个都有参与创作，嗯嗯，而且是蛮多的。
要不要说说看？对啊，写了什么书？好，我写了两首，第一首是《现在就让我走》，然后第二首是《心向夏天》。哦、那心向词曲的《心向夏天》是词曲，然后《现在就让我走》原本也是词曲，但是后来他们两个加入了各自的词曲，我就觉得三个人一起创作出来的感觉，就是带我的创作到另外一个境界。可是歌名是原来你取的？歌名不是，歌名是方 Q 取的。方 Q 取的，因为这一句话是他写出来的。嗯，哎、欸，你们是什么？你们两个另外把它又拿回去填词，还是一起讨论？不是啦，没有啦，因为我们后来在制作的过程中，就是希望它很大气。嗯哼，对，那就是方 Q 好像想到这句我自己觉得是不错的，就是他是那时候副歌有点难产。嗯，对，副歌因为其实歌词的字很少，这首歌的旋律是短短的，所以你不能塞太多字。是、对，那小玉就很擅长用比较多的形容跟那个东西去讲一件事情。比较不适合口号式的。他也是会想，但是他会想比较多，就觉得这个口号可能还不够好，还不够好。那我可能就平常本来就不会想要那么多，是国文比较差，对，所以我比较直白，比较直白一点，对，所以那但是我。想到这个之后，他们也觉得，哦，好像也不错。嗯，对啊，这首歌我喜欢，要现在唱一下，好，清唱一下看吗？哦，从头吗？你随便，一来就考试的感觉。看你高兴。因为这个音乐，这个音乐很不，对，就是清唱很难表达。没关系，我们听一点旋律线。嘿、hey, ，你是否也醒着？窗前的街灯亮着。你是否还会想起呢？卷走。嘿，我是否也累了？当我不再是我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现在就让我走。If I'll be all alone， 下一秒你是你，我是我，现在就让我走。I'll be all alone， 转身离开之后，而我还是我。难为你，难为你了。现在就让我走。对。然后方 Q 写了什么歌？这张我写了你以为的部分，然后还有一首比较特别是蹦蹦蹦蹦，这首我还有饶舌跟熊仔，对，我有听到这首歌，我有推荐这首歌，哦，真的、哦，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是专辑里面比较特别一首歌，你写的是，就是我的饶舌的部分跟副歌的 hook， 哦，饶舌部分不是他、啊。饶舌部分是各自副歌各自唱，对，有三人都有唱，我跟小玉还有熊仔都有在里面唱一段，对啊，有三个人唱，有，我怎么没有听出方 Q？ 方 Q 就是最后面有一个学长出来讲话，但他跟我平常讲话没有那么像了，因为他之前去配那个乐高蝙蝠侠配音。对，我跟阿奎有去配音，阿奎是配小丑，嗯哼，对，配超人，然后超人在你没有。我没有，我那时候去演。他那时候演电影啦，当电影明星去了。你很酸的、欸。对，没有啊，就是我们要找一点事做，对不对？了解。这配音有钱吗？配音也是有，但我比较算客串的，因为我是超人。那在蝙蝠侠电影里面，超人就是那种，就只是出来客串一下。对，然后被边缘化。对，然后阿奎是小丑，就是算是主角。是啊，所以他比较多，比较吃力，真的吃力。然后那个超人角色跟这个。在这首歌里面的那个有一点呼应，类似就是渐渐啊，听我的话就对了。OK， 可是现在没有熊仔，你们可以表现这首歌吗？蹦蹦蹦蹦，因为这首歌在专辑里是很跳的一首歌。是啊，现在怎么表现有点难哦。我觉得好像可以，就是比较副歌的感觉，好像可以吧。对，方 Q， 你看按耐不住，没有没有按耐不住，我只是。那要从哪里开始？好难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开始。我们来唱校歌好了，因为其实这首歌很有趣。这首歌是从建中校歌里面来的。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叫蹦蹦蹦蹦。对，我不知道，我因为歌只有蹦蹦蹦嘛。对，因为蹦蹦蹦蹦是我们校歌里的一部分，但是它不是校歌正式的歌词。我来演绎一下。好。东海东雨山下。飞行鸟吐绿芽，春风吹翻。
只有花啊，蹦蹦蹦蹦，为两位动。哦，它是我们管乐，我们学校管乐队在吹奏时候的一个的一个音色的一个破门，然后。我们只是我们学生都很皮啊，学生就把它唱出来，正式的校歌都不唱，也跟着唱，就都只唱嘣嘣嘣，到后来都只唱嘣嘣，唱特别大声。可是坦白讲，你该唱的我都听不懂任何一句，没关系，因为以前的校歌都很文言，你知道吗？对，就是这样，所以我都听不懂你知道在描述什么，在东海东玉山下，然后呢？培新苗就是培育新的幼苗，我们正在讨论这个。要土绿芽，就是在讲一个土绿芽，土绿芽，春风吹放，就是自由花，自由花，然后就蹦蹦蹦。建国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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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提到这两个字。其实跟学校的名字没有不太会放。对啊，我们学校是没放。所以这是谁想到的？这个其实很多东西交织在一起。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崩”这个字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因为我用 Facebook， 然后看到一些年轻人用“崩”崩溃这个“崩”， OK， 然后他们就会说：“嗯、好，今天上班超多，很崩，哦、心情很崩啊，崩。”对，其实也是有点简写的，对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还之前有一个朋友是什么？他会说“帅到紧绷”。对，那是另外一个字，对对，紧绷的绷，对，也有人，就是，但是就一直有这些有绷的音跑出来，跑出来，然后又突然想到我们以前在学校校歌，绷绷绷绷，然后就把所有东西连在一起。可是后来正式的词有没有崩溃？对，主要的主题在讲讲一些高中的事情，因为高中的时候在意的不外乎就学业和恋爱，嗯哼，还口袋没钱，对啊，还有老师的脸。嗯，所以我是把一些可能以前觉得有点崩溃的事情，现在把它写对，放在 hook 里面。嗯，对啊，所以第一句就是老师成绩崩崩崩崩，老师的脸崩崩崩崩，口袋没钱崩崩崩崩，然后我的初恋好像也是很崩溃，就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玩，那个跟建中的东，就是我们的共同的回忆有一个连结。其实如果没有仔细听歌词，乍听会感觉因为他的那个口气的问题，是乍听好像有点凶凶的。嗯。但是又跟你们真正现在表现出来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一样啊。其实还是皮皮的啦，幽默的感觉在词当中。音乐，但因为我们把它弄得比较复古，嗯，八七八零九零的时候，嗯，所以其实也还好了。嗯嗯，讲到复古，因为我跟小玉有在那个。旺福的演唱会上遇到，对，其实人家就是他们就是一直他一路都在玩复古啦，而且是复古的各种风格，摇滚的也好，对，蓝调、台蓝调，对他们很喜欢玩这些，对，所以然后刚好我旁边坐庾澄庆、哈林、哈林哥，对，所以我又想到哈林以前也做哈林一种会嘛，也是把很多的名曲拿来玩，宇宙人以前有特别会想到要跟复古。我们通常复古的话都是音色上，音色，音色，嗯，譬如这张有什么？不用大脑，这张就是才不用大脑，八零，对，我有选这首歌，八零的风格，嗯，对，就是那个 reverb， 那叫 reverb 回音的使用方式，就是比较以前八零就是这样，啪，砰，啪，嗯，然后。你说的是只有 keyboard 的部分，还是整个鼓和比较像是都有合成器？因为那个年代合成器大爆发嘛，所以我们这张也大量运用合成器。然后在旋律方面，其实我也有就是复刻一些八零的这首歌。你说不用大脑，不用大脑，对。哎，可是为什么我听到一首歌，我一直觉得好像有一点似曾相识啊？好像是你以为是不是？你以为，你以为的某一段旋律，我一直学的，好像听到某一首歌，但我想不起来。哪一段？副歌吗？嗯，有可能，因为我们副歌用蛮直接的方式。嗯，副歌。你以为我会等你很久，但是很就是五声音阶啊。像那个鸟路弯大，对对对对对，有很多很多五声音阶是这样子，因为五声音阶是一个也是很直接的一个用法。那这是刻意有先想到五声音阶这样写，还是写这做出来之后发现是？那时候方 Q 想了这个副歌和歌词，我就觉得就是你这时候如果跑一些七音、九音，这是超不合理，因为你以为你就是在跟人家。抱怨或者有一点在对 对, 對会讲一些事情直接的过程，那就是直接下去。然后我觉得在中文旋律里，五声音阶蛮直接的。对，有时候会听起来稍微有一点点，会有点熟悉。对对啊，没有，我说他有时候也有
一种呆啊，可是那个呆有时候又还蛮呆萌的。对，所以可是因为我们在编曲上，我们都还是会尽力的很抓，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们还是会尽量挥洒我们的编曲。对，所以我自己是还蛮喜欢那个，就是最后合成合起来的感觉，是，就是歌词和歌旋律是强而有力，有一点穿脑啊，嗯，然后可是编曲还是余润的风格，了解，嗯，所以这有比较 EDM 的吗 ？EDM 其实你以为也有，然后那个不用大人也有，然后现在让我走也算，嗯，其实还蛮多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做音乐的人都一直想，其实听到新的声音是觉得很兴奋，然后也会很想要。怎么讲？研究，就我每次我们听到一个新的曲风，都很想要研究它。嗯，对。然后最近也研究了蛮多，像小旭就是很喜欢玩合成器的东西。嗯哼。然后我们也研究了 EDM 的编曲什么的。对啊。然后哎、欸，想说新专辑正好阿奎写的那首歌，我觉得很适合这个风格。嗯、所以研究之后的心得是什么？尤其是古代的，上世纪80的跟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了。嗯，您觉得？因为电子的东西。大家都、就国外都在寻找那个声音的痛如何刺激到耳朵，然后现在大家的那个承受度越来越高了，就是那个合成器的、英文叫 edge， 就是边缘的声音，就它可能会有点有点边边那种，很像那有点毛边、哦，对，有点毛边、嗯，然后会更让大家兴奋，真的吗？对，就是现在追求是有生理的。对，心情上的兴奋，我不知道老师讲哪边，但就是心情上的。不是，我就是说是，我指的是生物啦。对对 对, 對、嗯，生物学上会有这个研究。我觉得应该就是会追求吧，然后上一个世代的电音和现在是电音听起来又完全，我觉得仔细听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在合成器时代。对，一定会不一样。对啊。對，以前有些现在听起来大家就觉得有点那个了、可是我讲的是比如说 Avicii 其实已经有点应该是说电音的那个风格轮回非常的快、嗯、很快、嗯、对，可能两三年就会有一个新的风格出现、嗯、对，然后但是我们也不会去追寻那个现在最新的，不是，我们也不是想要这样子，我们是想要能够跟乐团的声音做融合，嗯，所以我们没有说限定一定要做哪一个电音的风格，是，只是把这些元素融合进来、嗯。那像现在又让我走里面，其实吉他的比例还是大概占了一半以上，对啊，对啊，但只是有融合我们想要的电音的元素在里面，所以这首混音很久，嗯，因为合成器的声音是非常穿的，它很容易就出来，嗯、然后就被扣一下去，然后吉他是很容易就会被盖掉，了解，所以在混音要稍微把它给，对，混了两个月，必须要找一个平衡空间，对啊，哦、看是要用就是 delay 还是什么让它润一点，这样、嗯，让它的空间可以稍微多一点，让吉他不会完全被打到，对对对、啊。然后小玉自己写什么歌？剩下都你写的。对，你有特别爱的歌吗？哇，都很爱啊。嗯，这样那样啊。哎、欸嗯，我喜欢这首歌。嗯，是为什么？我觉得轻松的感觉是轻松的、啊。对啊，而且在轻松中，老师为什么卡住了？对，就是在轻松中。就很多人以为轻松就一定是要开心嘛、嗯、可是其实不，我心目中的轻松不见得是等于开心嘛、嗯嗯嗯、所以我就说哎，轻松，对，是个轻松的歌，对、啊、你要唱一下吗？好、哦、你先讲一下好了，这首歌，这首歌这样那样，就是我，而且我喜欢他的那个节拍的感觉、嗯、我想要和你很曼妙，这样那样，就是暗喻一些人互相，对啊，就是可能会做了会快乐的事，一起看电影、一起看电视啊，看电影泡咖啡啊，对，對對旁边有人在窃笑，其实写的想到的不太一样，对啦，對但我写的第前两句是蛮明显的，嗯嗯，就如果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我和你一定要抱在一起，然后如果我们幸运的活下去。一定要做一些繁衍人类的事情，是是是是，多吃点东西。嗯，好，来唱吧。好。哦、小玉已经眉开眼笑了。嗯嗯。如果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我和你一定要抱在一起。如果我们幸运的活下去。眼睛做些繁衍人类的事情，
把你当作黑白琴键，弹奏深浅之间，在身体边缘跳跃，一切让你指挥，我跟随搭配，共演着手脚相约。我想要这样，我想要那样，我想要和你呼吸在同一个节奏上，我想要钻入地心研究你这个星球，宇宙大爆炸之后，我的世界再次被你拯救。专辑还有一首歌也是蛮容易朗朗上口，叫什么？如果我们还在一起，在一起这首歌就像歌名写的一样，如果我们还在一起，其实还蛮简单的。对，我们就像放 Q 讲的啦，我之前三就喜欢在写歌词的时候会，其实像刚这样那样也有一点，就是你稍微会去想一下，转一个圈两个圈，对，然后才发现我在暗喻的是什么事。那这首歌我就想要设定成一个很直接的感觉，其实也有一点像我以前听到80、90年代的 pop song 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阿岳的歌啊，爱我别走，而且那个段落不是太多的，对，爱我别走，如果你说，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对话，所以我这首就是也有点复古，但是我就是一种概念的了解。现在感情怎么样？很好，就是三个都每天都会见面。谁问你们三个？对，感情生活好，感情生活就是OK。高哥呢？一切 OK。阿奎呢？很好，很好，都好，一切都好，一切都好，一个幸福的男子团体。谢谢大家关心，好，我们现在来唱这首歌。如果我们还在一起，会不会轻易放弃？说好了永远不改变的约定。如果我们还在一起，会不会继续下去？也许我还是没勇气把你留在这里。那你感觉到现在唱歌还是有一种很害羞的感觉？可能没有乐器会有一点，还是天生腼腆，有一点吧。我的声音都被形容是那个少男的声音，对，好像没长大的感觉。就有时候，那你乐在少男吗？可是也还好，就我妈就把我生这个嗓子，我也，除非我可能要一直灌酒，才可以拉低那个声音。那、啊、真的吗？没有，你喝完酒之后声音会这样？隔天而已啊。不是真的，我也是当下不，是隔天，对啊。然后我当然也想要尝试，就是有比较低音的共鸣，所以这张现在在听回去第一张的时候还是有差，就是再回去听的时候，虽然说是屁刻意定低吗？没有没有哎、欸，就是音色发声的方法。OK， 对，你就比较厚，就稍微有一点成熟。2018大家有什么？自己想的，不管工作或生活上的愿望。Thank you。我想要学握寿司，捏寿司。这是因为你很爱吃握寿司，还是？我很爱吃握寿司啊，对。然后小时候看那个将太的寿司的漫画，就觉得很帅。是，对啊，说单手回旋一转还是什么的，这样就可以做好一个寿司。没有，就觉得说这个一个日本职人的精神，我觉得蛮酷的。还有一个片子叫《寿司之神》。哦，对啊，对啊，好看。所以你有点想去学，就对了。有一点，但是现在是不得其门而入了，就还没有学。对啊，这只是一个刚刚老师问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很真心的一个愿望，对不对？对啊。搞要运用你弹贝斯的手劲，先帮鱼按摩一下。对，搞不好片按摩一下。鱼还是帮鱼片，鱼片好不好？先帮应该先帮鱼按，火的时候先按，让它觉得舒服。那你可以先去应征菜市场了。对啊，可以摸那鱼鳞，说新不新鲜这样子。你可以去跟一些阿姨，先跟阿姨练一下。好，阿奎嘞，我是想要多一点时间可以运动了。因为我应该是说从这张专辑开始做到现在都没什么时间运动。
是本来就很喜欢运动，所以想要继续减回来，还是原来不那么运动？我一直很向往大学那时候的生活。那时候本来跟同学一起去打网球啊，或者是骑脚踏车啊。嗯哼。对啊，就是时间是可以让自己安排的。不过因为现在工作的关系比较忙，就没有这些空闲的时间。对啊，那我希望如果2018，除了举办演唱会以外，就是还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可以运动。可是那个要有伴嘛，对不对？对啊，这也是另外一个比较难的事情。打球要伴，但是骑车不一定要。对对对，还是骑车你一定喜欢那种车队式的。如果有车队，当然比较好啊。对啊，真的吗？对啊，因为有人就喜欢一个有人帮忙破风这样子。哦，所以你这样骑比较正式。尾流吗？你指的是比较正式的。对啊，对，因为像我比较远的骑车。对对对。像我知道李宗盛大哥还有那个五月天的环岛那种的石头哥都有这一类的，那你就加入他们就好了。有其实有在考虑的。要加入的话，你可能现在要赶快过。他们是今天，他们是很固定的吗？他们就是三不五时就会有一个活动通知这样。好像也没有，因为他们真的时间可能比我还忙，对吧？好，小玉，我觉得应该还是音乐。对啊，你比较静态。没有，因为就是还是想要再做一些东西，就是这张专辑做完，我希望延续到下一张专辑之前，中间还是可以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所以所以要帮别人做吗？还是？都好哎，但是还是以宇宙人为重，就是我会想要呈现不同宇宙人的风貌。另外两个兄弟听得很感动吗？就在你们在做握寿司跟骑车的中间，小玉还是？兢兢业业在家里为宇宙人，如果是真的就好了。如果真的有写出什么东西，就很开心这样。对啊，说得好。对啊，是这样没错。那祝福你了，也希望你们早日有大型演出。好，谢谢。请大家支持宇宙人第四张专辑，叫做《Yo Now Right Now》，里面还有附这个很可爱的叫什么？是贴纸。贴纸。对。一张一张都可以撕下来的。可以哦。撕下来，很可爱。建议大家在我们演唱会的时候贴在脸上。臀部可以吗？可以啊，那也要露出来哎。对啊，那这个图形有特别意思吗？逃走，现在就让我走，一种离开出口。那这个呢？脑。哦，我以为是什么动物了。那这个呢？这个我也。这个是三色饼干什么？对，就是当然代表。你确定你知道？我当然知道。你知道？我们团员有三个人嘛？是。然后还有这张专辑其实设计的原色。就是这三个颜色。嗯哼，那我是黄色。你是黄色啊，刚好就是蓝、黄跟那个绿啊。好吧，假装这样子好了。因为我都在中间。既然你们也没有规定的，其实没有规定大家是什么颜色，对吧？而且右脑思考里面应该一切都是可以这样融合。对对对 ，Who cares？ 一切都合理。谢谢三位，谢谢宇宙人。